红油贡菜千层肚，这个是冷吃一拌就行啊。看这大毛肚，这也太有食欲了。嗯，太脆了。这一份是800多克呢啊，这是一份的量，特别好吃，他家这味儿，这小红油不辣，巨香啊！嗯，老陆品质老好了，一定要蘸这个汤，这个汤是灵魂，是精华。哎呀，他们家这个味儿老正了，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要尝尝他们家这个。是不是那种浓浓的红油香？夏天可太适合吃这个了，吃点小烧烤，再整一盘这个，整点小凉菜，嘎嘎爽口。嗯，这也太过瘾了。